上课喽！那感谢大家在大雨之中还依然坐在了我们的座位上。那我们下半场即将开始，我们一起掌声欢迎三井奥蕾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三，我是一井，我是奥蕾，我们是三井奥蕾。好。好，很感谢大家这样的天气还愿意来，真的非常感动。嗯，所以我们今天会就是提供给大家满满的音乐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那怎么样？我要说什么呢？很开心你们今天哦，今天下了大雨，还是来听我们演唱哈。哎，可以坐前面啊，前面没有人哎。好，开玩笑的哈。我们今天带来的一系列歌曲呢，都是跟我们的团名有一点点的关系。你要不要介绍一下我们的团体是怎么样组成的呢？我们的团体就是要怎么讲？有点莫名其妙啦。对，就是一景是我的好朋友的太太，啊，建安是我高中同学，对，然后一景的老公又是我的高中同学。就这样，对，就是因为某一个人然后聚在一起这样。对对对。然后今天是我们的首播的演出，对，会带给大家满满的合音。对，那如果你们就是喜欢我们的表演的话，希望你们可以不要吝啬你们的掌声哈，订阅我们的粉丝团，还没有成立的粉丝团，哦，还没有成立啊，对不起。对，希望你们的掌声可以比雨声还要大。好的，好，带来第一首歌曲。Do you hear me? I'm talking to you across the water, across the deep blue ocean under the open sky. Oh my baby, I'm trying. Boy, I hear you in my dream. I feel a whisper across the sea. I keep it with me.To have been where I have been, lucky to be coming home again. Ooh, they don't know how long it takes waiting for love like this. Every time we say goodbye, I wish I had.
谢谢 Lucky。Yeah, Lucky，so Lucky。Yeah, 太棒了！今天晚上合音就到此结束了，其他都没有合音了，就这样。还蛮不习惯的，因为就都看不到那个观众的脸庞。你要笑就笑大声一点，要不然我们听不到。对。坐前面嘛，一直叫人家坐。强迫症。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的歌路吼，其实都是走的比较冷静、沉默的一些歌曲，然后也适合一些如果你有遇到生活中有遇到一些不顺遂的事情，失恋也好啊，失业也好啊，甚至是失婚吼，都没有关系。如果你们正在遇到这种的状态呢？就是非常适合来听我们的演出，恭喜你们今天很 lucky。好，再来接下来这首歌曲呢，刚刚上一位的演出者他刚刚有唱过了，这个几率微乎其微啊，对，非常的有默契，可以撞歌嘞，居然撞歌了，那来听听看不一样的表现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带来这首《繁华拢是梦》。像天堂。
谢谢带来这首《繁华拢是梦》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奇怪的尖叫声？真的是。不好意思，那个老师，因为雨下太大了，所以我的声音可能这边还要再送多一点点，谢谢。好，来，我们来欢迎建安老师。耶！他刚刚介绍的时候，他说他叫做……他们只认识奥雷特，奥雷特对不对？但是他其实是因为我们两个的那个……我们名字刚好啦。对，我们两个刚好叫做一个叫阿三，一个叫一景嘛，所以我们是三景。你也知道团名最难取。对，其实三景建安好像也不错，三景建安要不要改？我们直接改。太长，太长。日本人。他其实是建安啦，我们欢迎建安老师。建安老师要不要说几句话？大家晚安。天好亮。没了。通常吉他手都是不说话的吼。对，内向一点。这首歌应该要由你那个阿三你来介绍才对。你不是要说故事吗？或是建安 Wake Up 吗？ Wake Up 故事建安比较了解啊，因为 Wake Up 这首歌是他们以前组的一个乐团，虽然那个乐团我有参加过 一小段时间，对吧、啊？也跟你老公也有参加过啦。哦，对，曾经红、那个、红极一时啊，对，红极一时，在延平嘛，对不对？红叶一带，对，比较远、啊，还没有红到市区就解散。传说中婷婷乐团的歌，那个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应该会听过这个乐团，就去唱了两次红叶温泉就被冲走了这种。哇，那个婷婷乐团，婷婷乐团写的一首歌。然后他的背后的故事呢，就是为什么是我在讲啊？对，背后故事介绍一下好不好？今天不是很喜欢那故事吗？好吧，这首歌呢叫做《Wake Up》。我们其实这首歌是婷婷乐团里面的一位乐手他写的哈，因为他们以前呢小时候有一群朋友群，他们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。然后就是不管去哪里啊，都会大家都会一起。然后突然间呢，有一阵子那个非常好的朋友呢，他就不再参与他们的活动了，为什么？就是会经常的消失，或是联络不上这样子。因为没有打算约他。哦，不是、啊。后来才发现呢，就是好像他生病嘛，住院了几天这样子。然后当然，如果身为好朋友嘛，朋友住院一定会去探望他这样子。然后有一次呢，就是他们去探望这个朋友的时候，就在病房里面只遇到了他的妈妈，那个朋友的妈妈。然后就问说：“阿姨，那个谁谁谁他在哪里？”这样子。然后嘞，在 B1。哦，在 B1。在 B1。就说：“哦，他现在在地下室这样子，你们可以去看看他这样。”结果下去 B1 的时候，居然是放射科，还好照 X 光而已。居然不是放射科，不是放射科，就是比较那叫什么啊？放尸体的地方。太平间。太平间，对对对，居然是太平间。然后他们在最后一次遇到这个朋友的时候，就是在太平间相遇的这样子。然后那个时候他们还准备了麦当劳。准备了麦当劳要去探望这个朋友，结果没有想到，这个麦当劳他们吃不到。对，准备麦当劳应该是去太平营区吧？啊，搞错了啊！对，所以他们就觉得说，就是很浪费这个花这个麦当劳的钱。没有啦，他们就是很惋惜，说这个朋友就这样子走了。于是呢，就写了这首歌曲，叫做《Wake Up》。那你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可以不妨就是想着你们思念的一个人，不管他是否离开了你的生活，或者是甚至是已经离开了这个人世间，我们一起，因为这首歌非常的像圣歌哈，我们一起同声祈祷。好的，先让大家感受一下这首歌。这首歌有点诗歌的风格啦，这首歌叫做《Wake Up》，希望你们喜欢。
高适合音吗？谢谢带来这首《Wake Up》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最后一句后，麦当劳都是维尼吼，这首就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麦当劳的 slogan 啊，现在已经不是麦当劳都是维尼了。看到没有人，搞不好现在年轻人不知道了。麦当劳都是维尼，下次是什么？现在什么？现在是巴拉巴巴巴了。哦，现在是巴拉巴巴巴。对对对。那是全家吧？那是全家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，好，因为他们最后就是带着麦当劳去见他们的朋友最后一面，所以就是希望，希望大家可以珍惜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啦。好，还好吗，各位？等我一下，我曾经在那个故事里。好，毕竟我是当事人。你要哭了吗？毕竟我是当事人。你当事人啊！对，等一下，所以 你有去我想看民间吗？真的有这个人吗？还是刚捏造的一个故事？他骗我啦！他已经不是人啦！好好好，所以你有去太平间？是这么说的啦。哦，好，那他到底怎么了？我不想知道。好了，这不是重点啦齁。其实生病的人是生病的人很辛苦，那照顾生病的人其实更辛苦哈。我为什么会选这首歌？因为我们家也是有生病的人，曾经也是有生病的人，然后在我觉得我可以身临其境的去感受那个生病人的痛苦，以及照顾病人的人的辛苦，所以哈利路亚。我们家也有。好，谁？你老公哦？不是，他有点症状了，有点征兆是不是？好。好，所以大家要去买保险哈，不要让照顾的人太辛苦。业配吗？你现在？好，接下来让大家轻松一点好了。要怎么样？我们来唱一首比较舒服的歌，比较舒服，也比较 relax 的一首歌。好哟，这首歌叫做《全世界失眠》。哎，是你哦，对不起，是我啦，不然你。哦，更正一下，忘记更正一下，我们现在还没有要放松哦，所以你可以先休息一下。好，现在阿三要带来他自己的独秀，也没有独秀啦，大家你们可以一起，没有关系。好，给阿三一个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好啦，简单介绍一下这首歌，因为这首歌大概是我们高中时候的陈奕迅的专辑，那这首歌对我自己的意义来说，算是一个。蛮重要的一首歌，那时候刚学吉他，所以就弹了这首歌，觉得这个歌，应该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也就是他的先生，他先生就是常会跟我，因为我们不是很好的朋友，所以他都会跟我聊一些有的没的。那他有一天就突然很感性的跟我说，他觉得说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感慨，他说有时候你就是在你睡前可以，应该是喝过酒所以才会感慨。没有啦，我们那时候没有钱，对，还没有到那个程度，所以他那时候还算清醒。他跟我说，有时候在你睡前，你可以选一首歌，自己弹自己唱，然后去想一下你可能放在你心上的人，然后也许晚上就不会失眠。对，好，为大家带来这首《全世界失眠》。想起我不完美，你会不会好像我一样不能睡？想想你的滋味，我会不会把这个枕头变得甜美？想起白天的约会，thank you.
首歌很适合做一件事哎、欸，就是把你们的手电筒打开来，然后跟着那个阿三一起帮他，就是让他知道台下有人在听他的表演，好不好？这样子。想起我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好像我一样不能睡？想想你的暧昧，我会不会数不到绵羊一双一对？想起白天的约会，忘了晚上的咖啡，只怕感情如潮水，远离我梦中的堡垒。一个人失眠，全世界失眠，无辜的街灯守候明天，幸福的失眠，我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。如何想想到六点，一个人失眠，全世界失眠，幸福的失眠，我只是因为害怕上演，如何想你想到流连，如何爱你爱到终点，如何爱你爱到终点。谢谢、yeah. 好听耶，可以睡觉了各位，拜拜。先回家喽。失眠。好，失眠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。对啊，年纪大了才知道，小时候不懂这样。对，伤脑筋。好，接着我们真的要放轻松一下了。我们刚前面几首歌都比较沉闷一点。那没办法，就是我们的歌路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就是比较只会唱这种歌。本来因为我们原本设定就是可以唱一些怀旧金曲，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我们很喜欢的一些歌曲这样子。嗯，对啊。好，接着也是一首比较不是新歌的歌，也是Eason的歌。对对对，我们很有默契哈，都选了他的歌。这首歌叫做《Less Older》，然后可以喝一点小酒，我来感受一下这首歌。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，我也许早就该回去。再一杯，我告诉自己到此为止，干了不再续。麻烦你加冰威士忌，对不起，来个 double 的，喝到这里终于够勇气说一个经历。那晚下雨，在这店里也放着这首曲，有个男子搭上一个女子，反正失恋他当然不介意，有段言语只是回到他的家里，十几瓶加图斯比，一声不响的女的到头里去，就像三个小时间未婚妻初次到来十几的样子。
关系，真的没关系，一路上就失恋了两次，那男子还不懂怀疑到底自己是否没出息，不客气别给我 ice tea， 客人们不是我吓跑的，别看着我这个不朋友的经历，那晚下雨在这店里也放着这首曲，有个男子搭上一个女子，反正失恋他当然不介意，有段言语只是回到他的家里，十几瓶狡兔死壁，一声不响那女的掉头离去，就像我的未婚妻对不起，好想说成是我的样子，我是没关系耶。哒滴哒啾巴啦滴哒，哒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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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哒哒，哒啦滴哒哒啾巴滴哒哒，哒滴哒啾巴。歌词很沉重的，为什么是放松的？这首歌很喘哎，感觉很像在跑步。你的要求、啊。这是一首好歌，给大家推荐。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，哈，你们可以过一阵子去 YouTube 搜寻三井奥蕾听。真的找得到吗？有吧，有人在录影。欢迎搜寻我的粉丝专业。对对对，我们等一下来创一个粉丝专业。我觉得你忙啊，平常要工作，你们可以帮我们创一下。哎，说到工作这件事情，哎，你们都是台东人吗？有人吗？有没有不是台东来的朋友们呢？有哎，嗨，我看得到你，嗨。有的。如果哈，你们来台东一定要去一间店，除了铁花村以外。还要去一个隐藏在上海街里面非常难找的一间文青饮食店，麦当劳。那店叫做人人，有没有听过啊？台东人，或是你们有没有被人人的老板呛过？没有啦，不要这样啊。好，这位阿三他就是人人的老板，然后你要不要来介绍一下你的店？大家好，我是客服部主任。就是有关任何的客诉的电话都会接到我的手机，然后我会再转到麦当劳。你们店还有别的职位吗？没有了，就只有我这个职位。他们店只有一个职位，其他都是 PT 跟 PT CEO 兼客服部主任，还要兼那个厨师。是是是，他做的面包很好吃哦。那个明天有开店吗？有明天要开，所以我们大家可不可以早点赶快结束，我要回去休息。明天有开店哦，所以如果你们明天去，然后说今天有看那个三井奥蕾表演的哈，老板不会给你打折，会有很多折扣，会有很多折扣。对，一定要去哦，他的店很厉害。好，然后就是下来这首歌。你要介绍一下这首歌啊？好，这首歌我很喜欢。哎，我也很喜欢。这首歌是来自我的弟弟的创作，这首歌还尚未发表，我应该是第一位在公开场合帮他唱这首歌的人，帮他 cover 这首歌的人。那这首歌叫做《小朋友》。那这首歌他其实在写说我妈妈。他妈妈啦，也就是我妈妈哈，我们是同父同母的，我们是同父同母的姐弟，就是他的妈妈想念他的一首歌曲。
然后因为我跟他都算是蛮早就离开家里的，不管是念书还是工作，我们就是大概高中的时候就已经不跟妈妈一起住了这样。然后妈妈就是会常常打电话，或者是我们也会打电话回家关心。然后这首歌就是在叙述说，我的妈妈她很思念我们，她的一些感受，站在她的立场去写的一首歌这样。然后这首歌其实我们家族聚会的时候，那个中秋节我们家族聚会的时候，我弟弟已经发表过了。然后他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哭，因为我觉得很感动，这是一首很感动的歌，我就一直流泪。然后想说，我就觉得我妈应该就是大哭一场这样。结果我看我妈，她在跟别人干杯，我妈好像一点感受也没有。所以你妈打给你都会说什么？毕竟这个月的钱还没有给我妈。类似，好的，没关系啦，正常啦，要孝顺。好啦，这首歌是也献给妈妈哈，献给大家的妈妈。我小的时候，我妈妈在哄我睡觉的时候，哄小朋友睡觉的时候，都是用哦哦哦哦哦呢，这样子就是要让小朋友睡觉。这其实也算是一首，那叫什么？叫小朋友睡觉的歌叫什么？安眠曲是安眠曲吗？对对对，安眠曲不对吧？安眠药。好，反正就是哄小朋友睡觉的歌。然后我妈的方式就是哦哦哦。然后我相信很多人也是啦，也都是长辈都会给你们哦哦哦哦哦这样哦哦哭嘛哦哦哦，所以待会啊最后的时候，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哦哦哦，好不好？好。你什么时候才回来？我就坐在客厅等。今天
朋友，有没有人睡着了？是安眠曲吗？对啦，安眠曲。催眠曲。催眠曲很像比较对哦。还是什么？催眠好像会变另外一个。安眠曲很像是要弄他的感觉。催眠他可能没有睡着，他可能会到另外一个状态这样。好好好 ，OK OK。对对，就我们 DVD 里面看到的啊。Oh, 什么意思？不要乱讲，不要乱讲，不要乱讲。那我们今天本来邀请一个特别来宾叫冰淇淋旭，他今天没有过来。那你看我们那个粉末的那个照片，就知道我们真的是很随意这样。好，你先讲电话吧。怎么你要打电话？没有，我觉得、那個、电话来了吗？等一下你老公来了。不是，我觉得那个哄小朋友睡觉的不是、啊。催眠曲，安眠曲啊，就安眠曲，没有错、啊。有人知道答案吗？大声一点！摇篮曲啦，我根本就乱讲。有的家里比较没有钱，没有钱买摇篮啊。安眠曲是那个吧？我都跟瞎讲了半天。安眠曲是哪个？就是往生的，叫做安眠曲。不是啦，没有啦，那个往生咒太严重了嘛。音乐素养哎，催眠什么啦？摇篮曲。摇篮曲好吗？有闹。哦哦哦，摇篮曲。好，以后那这首歌如果出来之后呢，也希望你们可以多多支持这一位歌手吼，就是可以买他的专辑。什么时候出？然后也可以参与他的任何的活动，或是他姐姐的活动。因为我们都同一个家嘛。好，很快的呢，我们已经来到了最后一首歌曲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带来的歌大多数都是比较沉闷一点、比较冷静一点的啊。最后一首歌让大家开心一点，也是非常古老的一首歌。Yeah. 蓝心湄的歌，听到蓝心湄就知道有够古老了。有人会问他是谁好吗？谁是蓝心湄？那个时候那个时代还没有那个 LINE， 还没有通讯软体。然后可能也还没有 MSN 或者有、啊、那时候就是用传简讯这样。亚太，然后买没有亚太还没有那个。打市话半夜比较便宜。哦。有分时段还有。或者去投币，或者去投币。预付卡要就是买储值卡。不要去透露我们的年纪好吗？我们现在才23吧。10年前。颜值23。好，这首歌相信，有经历过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应该都有听过哈。如果你们会唱，也希望你们可以跟着一起唱。你的电话让我打心，保证不乱飞，一定永远在你身边。你的电话
生不浪费，一定永远在你身边。我们欢迎郑安老师，郑老师 solo solo， 多一点多一点。你的电话让我的心不会因担心而起伏盘旋，我的心保证不浪费，一定永远在你身边。你的电话让我的心不会因担心而夜夜失眠，我的心保证不浪费，一定永远在你身边。首歌曲，谢谢我们是三井奥雷特，三井健安，是的，好，专业，这太专业，专业，太专业，太专 业，真的很想回家，这个抓到了，抓到了，他真的很想回家。你们没有发现我们说最后一首歌的时候，然后都没有人要起来吗？没有人要离场的意思啊？脚麻了啦，要吃熏泥灵。阿妈，你怎么没有感觉？哎，可以再喊一次吗？哎，没有声音。耶耶，有人耶耶耶！看来明天大家都要上班了，好吧？好啦，我们就带来一首《勉为其难》。勉勉强强啦，随便啦。我们勉为其难带来一首安可曲好了，加时间要加钱哦。好，这首歌。哎，这首歌超有故事的嘞，你不多说吗？哎，你说吧，是你的歌呢，你是当事人。哎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好像是某个人的纪念音乐会什么的。他都没来啊，因为我们好像我们的选歌曲围绕在他身上，我们组团的出发点还有我们选歌的出发点好像都跟那个人有关系呢。但我觉得他应该有来啦，他很喜欢就是给一些惊喜，但大家都知道他要做什么，对吗？那个人是军人，偷偷提早放假，然后一定会到这样。好啦，我觉得等他东西收一收，他就出来这样。求婚嘛，好，那个人呢？他就是我的先生吼，我的老公。好，这首歌就是他写的一首歌，然后还没有写完。对，没有，非常没有诚意的，非常没有诚意。你怎么会嫁给他、啊？我觉得我应该是疯了，我纯粹就是疯了，好吗？好，这首歌就是他，就是跟我求婚的时候写的一首歌，哎、欸，很尴尬，讲快。好，他跟我结婚的时候写的几年前了、啊，三年前有吧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有吧？去年什么什么？去年，对，去年我小孩一岁啊。哦，不是还在肚子里面哦？要不要拿出来？好，勉为其难的唱这首歌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如果有人要求婚的，可以偷偷的到后面跟工作人员说，他们会安排很厉害的桥段帮你们。成功的求婚。对你就是种感觉，不过是第二个夏天，一见钟情不算。说你爱我没有分季节，想要一辈子一起牵手聊天。一起生活，一起荡秋。
秋千，说你爱我没有分季节，想要一辈子一起牵手聊天，说我爱我不是两三天，想要一起生活一起荡秋千，说你爱我没有分季节，想要一辈子一起牵手聊天。就这样嫁出去了，就这样被骗了，还没有后悔啦，目前还没。好，好了，好了，结束，谢谢大家。我们结束了，耶！谢谢大家，谢谢自己。太棒了，跟这首歌一样，好像没头没尾，这样就结束了。好，谢谢你们，早点回家哦。好，回家小心，天雨路滑，回家小心，酒后开车，开车。开车不喝酒，边开边喝。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再来看三井奥莱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拜拜。Yeah， 下课喽。那不是大家就是想要吃贝果或吐司的话，欢迎搜寻人人。Yeah， 那 Facebook 上搜寻就有了。那。我们的影片之后应该就是会出现在 YouTube 啊，若是你喜欢三井奥莱的朋友，你们可以过很多天之后再上网搜寻。那感谢大家今晚的参与，离开的朋友请记得随身的物品要带走。